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军的反斜面战术，就我军也是一支身经百战的部队，要打过各种各样的那个仗，什么从北方平原到南方山区水就是那种江河湖海的都打过，所以我军是非常善于总结跟转变的。然后我军在头两三次战役之后发现美军的火力太强，这个我军完全没办法跟美军正面对撼火力。我看过韩先楚将军的回忆录，里面写到说惨不忍睹，他到前线看到我军因为朝鲜都是山嘛，我军驻阵地一开始在正斜面，所以正斜面就是你们是敌人，就对着敌人那个山坡驻阵地，正常打仗都这么打嘛，让你仰攻嘛，你仰攻我在山上扔个石头都行。但是我军正面阵地，韩先楚回忆写说美军到了一顿炮，飞机正面俯冲，然后大炮坦克排成一排正面对着我军阵地轰，一顿炮轰完了以后，我军阵地上已经没人了。之后呢，两军进入长时间的阵地战的时候，我军发明了一个非常有意思，在世界的战史里都没有过，然后被列入各国军事教材里的一个战术，叫做反斜面战术。这反斜面战术什么意思呢？就这是山，对着敌人叫正斜面，背着敌人就是你在那边这面背后这面山坡叫做反斜面，就在背后这个山坡这儿驻阵地。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炮啊是抛物线，就炮弹是这样打出来，靠抛物线落到你的阵地，当时还没有导弹啊，美军也没导弹，所以这炮弹抛物线是这样的，你在反斜面驻阵地，它这抛物线它就过去了，它打不到这个阵地。如果它想打到这里怎么办呢？要用榴弹炮，因为榴弹炮是可以到过45度这么大的抛物线才能打到这个反斜面阵地。但如果要打到这么高的抛物线，打到这个反斜面阵地，你需要把炮拉得很近。但是当美军把炮兵阵地向近拖，拖到山掉根下，打这种抛物线打反斜面阵地的时候，我军就立即突击美军炮兵阵地。然后我军怎么突击美军炮兵阵地呢？就是在反斜面的穿过所有的山肚子打隧道。所以大家看到上甘岭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我军进攻的时候突然把隧道这头打开了，然后就马上从那出去就突击你阵地。这个战术美军是没想到，而且就依照这个战术居然在五四运动战之后跟美军在阵地战中间居然就还耗两年。反斜面战术虽然成功的这个把阵地战稳住了，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后来出现了大量的数以十万可能更多的志愿军战士回国以后得了矽肺病。矽肺病的来源就是我军在朝鲜全是石头的山里，因为你在反斜面驻阵地，你就要开隧道到那个正斜面去，所以数十万志愿军在里面开隧道，当时又没有防毒防尘的面具，所以就大家就这么把开隧道的时候大量的粉尘吸进去，所以志愿军回国以后出现大量的矽肺病，这就是当时反斜面战术的一个副作用吧。当然我军又还发明了好多冷枪冷炮战术，什么经常美军一撒尿就出现了很多英勇的狙击手，一会儿打死一个，一会儿打死一个。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反斜面战术运用成功，导致在三八线附近的长时间的阵地战中我军不落下风。当然了还有几个原因是也很重要，一个就是这个反斜面战术起了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苏联空军的参战，导致了很好的就是后方的保护。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军后方被炸得一塌糊涂，全军六个军最多的时候九个军在前线作战，只有20辆卡车，就完全没办法补给，一切都没有。所以我军战线一长，后来美军就发现一个叫管我军叫星期攻势，因为我军的攻势原来只能持续一星期，就炮弹粮食全没了，所以我军后来就已经没法打了这仗，所以我军只能停在了三八线跟美军开始阵地战。反斜面战术加上苏联空军参战，这个苏联空军参战我要稍微说几句，是很有意思的，是叫一个公开的秘密。其实美军也知道苏联空军参战了，虽然苏联空军都穿着志愿军的军服，然后飞机都涂成中国或者北朝鲜的军机徽，因为双方都不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呢，朝鲜战争不光是一个孤立的，开始南北朝鲜打，后来美军加入，后来联合国通过决议，联合国军加入。那中国打的时候，其实是整个东方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包括苏联、东欧的那些社会主义都支持。
然后呢，苏联空军是从一开始其实就已经参加战斗，因为我军当时并没有空军。那苏军呢，但是苏军呢一开始很保守，就是只保护东北后方基地，就是只到鸭绿江就不过江，在那掩护后方基地。所以但是其实美军也并没有打算越过鸭绿江去轰炸中国后方基地，虽然总司令麦克阿瑟曾经提过这建议，但是被美国政府给否定了。美国政府还是不想真的公开的就去轰炸。当时还蒋介石还提出来说，趁机我们反攻大陆得了。那三野主力也都到了朝北朝鲜战场，福建前线主力都去了朝鲜战争。那还有几十万国民党军在台湾呢，敌心呢又开始巡航台湾，保护台湾。所以当时有几个方案，有轰炸东北的，麦克阿瑟甚至提出过用原子弹轰炸东北后方的志愿军基地，都有美国政府否决。蒋介石觉得机会大好，你知道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蒋本来已经很颓了，在小岛上，突然听到说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极为兴奋。日记里也写说这个就是那个反攻大陆时机到了，然后等等，因为他敏锐看到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蒋当时呢也向美国提出来说，为了配合你们，干脆我就反攻大陆，在福建登陆，让美国舰队配合，然后被美国否定了，因为美国还是不想挑起更大的战争。后来蒋还提出来说，要不然我派个40万国民党军，因为我也是联合国的成员嘛，而且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因为当时联合国里面的中国席位是中华民国，因为在1971年20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代替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里行使那个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这个权利。当时中华民国就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投票的时候当然也投了赞成票，就是这个联合国出兵，这个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国在后来报道这个比如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也是联合国通过的出兵的决议，也是那么多国家一起去到去保卫科威特，等于收复科威特，打这个侵略者伊拉克的时候，不是后来这个伊拉克战争，是当时布什他爸老布什时代，那时候打伊拉克是正义的，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公然侵犯吞并了一个主权国家，联合国通过决议大家出兵，我国的所有翻译都把那支联合国军翻译成多国部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国包括我国政府对联合国军这四个字非常敏感，因为朝鲜战争我军对面的那个敌人就叫联合国军，当时有17个国家都出了兵跟我们打，还菲律宾还出了兵，当时菲律宾还能出点兵，今天菲律宾已经连一架战斗机都没有，也没什么军舰，也跑到黄岩岛来闹一闹。当时最逗的是讲说我们也出兵，我们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17国出兵，我们当然要出兵了。我们当时讲说，你既然不让我从福建反攻大陆，那我干脆派40万国民党军，你打到鸭绿江了，我就直接过鸭绿江，我就打过去了，我再从那儿反攻大陆也可以。然后被美国严词拒绝，因为美国的痛苦的回忆就是，以那么多飞机大炮装备支援这个国民党军，结果被在解放战争中被小米加步枪的我解放军给打残了，美国说得了，谢谢您，就您那国民党军您还是别来了，别给我捣乱了，你也别闹了，您没你我还能好好打，有你你就全捣乱，就有点像在东线二战的东线意大利军队对德军的那种倒霉一样，德军最后说意大利军队什么罗马涅你就别来了，你来一会儿你就被突破了，一会儿你就投降了，然后我还得去照顾你。意大利这个国家有最可怕的黑手党，最帅气的足球队，还有最搞笑的军队，来看看他们在二战中的表现，不表演吧。盟军在意大利登陆，遭遇到最强的抵抗，是当地动物园跑出来的一只玫瑰豹，他咬伤了两名美国士兵，这就是传说中的生物武器吧。英俊坦克向意大利的反坦克炮阵地冲锋，意大利人开炮还击了两三分钟以后，突然举办军投降了，理由是弹药箱没有撬棍所以打不开，难道是女扮男装的吧。以致意大利军队在战场上因为肚子饿，全军煮意大利面条吃，那全军覆没，让敌人俘虏了。意大利面是那白酒煮的吧？意大利的枪支设计师为了保持战场清洁，发明了能把弹壳塞回弹鼓的机枪。哎呀，你这么环保，别用枪了，拿光头去撬行不行啊？他们还创造了大炮机关枪打不过拿弓箭的土著人，用钢铁栓打出了木栓的光头历史。换句话说，他们参加了好几次以弱胜强的升级战役，只不过吧，他们是强的那一方。还有一次，3万英国士兵面对40万意大利士兵，英军俘虏了大概5亩地的军官，200亩地的军队，
能知道在战场上最幸运的事是什么吗？就是你的敌人是意大利。刚才讲了这个，咱们苏联空军，苏联呢，当然是非常想让我们冲在前面跟美军较量一下，然后看看，因为反正大家都分成了东西方阵营，准备长期的，大家都准备未来要干一场，所以我们冲在前面啊，这个在前线打。苏联呢，后来出了很多的武器，后来苏联几乎把我军的前线部队全都换装成苏军装备了。当时的苏联空军的战斗机米格15实际上至少不弱于美国的 F-86， 甚至比它还强一点，就火力比它强一点，各方面性能都不弱，不像现在打起来美军的空军那个技术装备的那个悬殊太大。当时其实只是数量多少的问题，因为美军也没导弹，空军米格15跟 F-86 差不多，然后炮也差不多，只是美军特别多，我军特别少。苏联空军整整出动了一个军，三个战斗机师，但是我军开始多次要求这个苏军，还出动轰炸机轰炸美军的陆军跟阵地，被斯大林严词拒绝。因为你一旦接到前线被击落了，你如果被抓住一个苏联飞行员，这在国际上苏联认为自己特别被动，说美军就可以展览了，说你看苏联你也来参战，那咱们就变成世界大战了啊！苏联怕这个，但其实美国也怕这个。当时这么近距离空战的时候，实际上都能看见脸的。美军飞行员多次回来汇报说，看见那涂着中国机徽的那个里边坐着那飞行员是一老毛子，是一人高马大的那种苏联人。而且虽然苏联空军严禁在步话就是通讯中使用俄语，可是战斗中间没办法。你想四机编队对四机编队空战的时候，那长机跟僚机说话，那战斗那么紧张的时候还得说什么？那就直接说俄语了。结果说俄语也被美军收到了。苏联空军呢，开始是想就训练部队嘛，拉上两个师，结果被美军打得很惨，因为美军都是参加过二战老飞行员，所以苏联后来也没办法，把驻守在库宾卡基地的就拱卫莫斯科的王牌，就是叫近卫空军战斗机师，大家知道苏军的近卫部队前面都有近卫俩字，就都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师团，最后苏军想说咱也别那个太让人看不上了，咱也出动那个主力部队吧，而且战绩立即就不一样，苏联近卫空军师到了前线跟美军几乎能打成1:1的损失比，后来推进到39度线，就是这不38线嘛，后来苏联空军推进到39线，就是掩护北朝鲜我军后方的这个交通和后勤。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就是战史啊，双方都往自己脸上贴金。我看到的苏联的战史写的是苏联空军在前线跟美军的损失比是1:3，就是击落3架美军飞机啊，自己才被击落一架，那当然是很光荣的了。可是我看到的还不是美军的战史，我看到的麦道公司的公司史，因为这个麦道一直是美军主力战斗机提供商嘛，然后他在那自己公司介绍里，我在一次防务展上看到麦道的那介绍贴在墙上，说我们的产品就是他们的战斗机，在朝鲜战场上和对方其实就是中朝苏，总的来说对方写的这个损失比是1:14，就是美军每击落14架对方飞机中苏朝的，自己才损失一架，这加起来差了有40多倍的这个，包括朝鲜战争的每一场战役的这个损失比啊，我军的记录消灭多少美军的记录其实也有很大的差距，包括抗日战争的时候日军的记录跟我军的记录也有很大差距，有机会都可以给大家讲讲。实际上朝鲜战争并不用打3年，实际上在第二次战役结束以后，就是美军全军退回38线，我军只是连平壤还没收复，美军就自己已经退回38线啊，我军并不确认占领平壤然后推进到38线的时候，在联合国就出现了一个叫13国方案，这个13国方案实际上是对双方都很好的一个方案，但是当时我国的外交实在是没经验，第一就是坚定的认为资本主义他们是一伙的，他们是铁板一块，然后所以就其实不知道他们那个西方阵营里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像东方阵营都是一个党，都是共产党，所以都是铁板一块，中苏啊波兰啊捷克等等，西方的那阵营可不是铁板一块，他们那个西方几十国家并不是一个党，
他们有的是左翼党执政，工党执政，英国的，有的是右翼党执政，所以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那出现很多同情中国的声音，也出现很多不想扩大战争到打第三次大战的声音，所以出现了一个十三国提案。这个提案其实很公平，就是说大家因为反正又都回到三八线了嘛，两军，所以大家就还是像开战前一样，就还是三八线，然后所有外国军队退出朝鲜，就是中国军队退回去，十七国这个联合国军退出，啊，几乎就是这么一个协议。但是我国发表声明说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提出了这个声明，当时当然了，那个南韩的李承晚，北韩的这个北朝鲜的这个金日成是最不想停战的，因为双方都想趁这个机会，李承晚想利用美军干脆给全国统一了算了，然后金日成想利用我军把全国统一了算了，他们两方是不想打，是特别想打。啊，继续打，我军又继续向前占领了汉城，因为美军打回来，然后我军又打，然后等等，最后阵地战两年。就这两年中间，由于美军空前强大的军事力量，导致最后我接受的那个停战协议里，有两条是远远没有原来的十三国方案好。一条就是最终不是在三八线，是在各自既定占领的地方停战。所以今天的这一条南北韩的停战线是差不多是三八线，实际上是美军占领的三八线以北的，比我军占领三八线以南的要多，所以实际上是亏了。但这亏当然是北朝鲜亏了，还不是我们亏了，我所以无所谓了啊。我们最亏的一件事就是我国最后被迫接受了美国提出来的叫战俘自愿遣返原则，按战俘个人的自由的意愿，愿意去台湾的去台湾，愿意回大陆的回大陆。结果最后我们打到53年实在打不下去的仗，当时国民经济已经快崩溃了，当时已经占到了 50% 以上的这个预算都是军费在那打，所以我们也撑不下去了，前线也明显的也打不了美国。最后我被迫接受了自愿遣返原则，自愿遣返原则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呢？我军被俘的25000志愿军居然最后19000人选择去了台湾，只有6000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回到了大陆。但是战俘营里发生了激烈的那个斗争啊，因为美国虽然拒绝了蒋介石出兵到朝鲜那边，但是还是同意他派了很多政工人员到战俘营里去，一开始是要游说，就劝你去台湾吧，去台湾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军里有大量原来就是国民党军的这个俘虏兵，所以很多人是自愿去台湾。还有一部分是被台湾游说，就是给你什么条件，你到了台湾当然还是参军啊，以及给他。再有一部分呢是胁迫。当时在战俘营里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我最后能有6000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回到祖国，有一个叫巧合的事儿，就是也不叫巧合吧，原因是因为那里边有坚强党组织。为什么坚强党组织？因为我军有一个师被全师被俘，是我军朝鲜战争中打得最惨的一次，就是60军的180师，180师被隔断在这个三八线以南。当我军被美军追击的时候，往三八线退回来的时候，因为我军本来打到37线了，已经被美军追击退回来的时候，180师被隔断在敌后，最后未能突围，全师被俘。全师被俘以后呢，就出现了师级干部。这个师级干部是很重要的，你要知道志愿军实际师级干部都是老红军，因为你要抗日战争才参军，你是绝做不到师级干部。所以这些师级干部被俘以后，在战俘营里组织了坚强的党小组，然后有了党委，有了党组织。我们被俘的有副师长，有团长，有团政委等等等等，以这些高级干部为中心组织了战俘营里坚强的党组织。好，这党组织坚到什么程度呢？不但跟国民党派来的大量的特务说是游说啊，其实他们有那种坚决不愿意去台湾的，还出现过就是被暗杀，被掏心掏就剜心掏肺什么很残酷的，绑架了美国战俘营司令一个将军，当然可能也不是准将什么的，然后就继续谈判，说我们要求回祖国，我们要求回祖国。然后最后当然了，美军表面上还是说大家自愿遣返嘛，就最后在交换战俘的时候其实很壮烈的，19000人自愿去台湾，还剩6000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交换战俘的时候，美军战俘咱也没多少啊，
穿着我军给的，我军对美军战俘好到什么程度？在前线被俘的美军，我军都冻成那样了，零下30度，然后没吃没喝，给美军战俘吃吧，吃着饱，穿着暖，就我军由一向这样。你说你要是一名美军战俘，你在战俘营里能享受什么待遇呢？首先吧，为了保证你生命安全，我军最紧张的药品得优先用在你身上，希望你吃不惯我们的粗粮。没关系啊，如果你掉在大米、白面、猪油、粮食、西菜，没有问题啊，我们可以学烤面包啊，先吃顿西菜，顺便试炼一下家乡。你的日用品供应非常充足，每天发2次全套日服，还定期发牙膏、牙刷、毛巾、烟斗、绝缘纸、糖果、点心。每礼拜五还能发5盎司的烟丝呢。同志吧，美军战俘很幸福，战俘营里面塞宾馆呢。根据调查，很多战俘在住过一段时间的中国战俘营以后胖了。然后美军战俘穿着我军的特好的衣服，然后还跟我军谢谢什么这那，我军6000战俘脱光了衣服，就是说帝国主义的衣服都不要，赤身裸体回到我军一方，就是我们对党的忠诚到这个地步，就是连敌人的衣服都不穿。美军也有那么十来个人说自愿留在中国，不回美国了，这样大家算对等自愿遣返。然后美军那特逗，美军遣返的时候，全体美军战俘冲着那个十几个那个留在中国人喊叛徒、叛徒、叛国贼，然后等等，那十几人就这样高唱国际歌，当地英特大苏奈尔就一定要实现，说我们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所以我们对你们那个什么叛国做没用。后来这些人留在中国，大部分1958，我们给他条件说，任何时候你想回国，你我们再送你回国。所以58年的时候，大部分人都选择了还是回到美国。58年最后我们说差点撤军嘛，但是有3个人留在了中国，都是娶了中国老婆，然后留在中国教英文了，当老师了。有一个娶了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忘了是波兰还是捷克的女教师，也留在中国。走3个人最后留下来。我们这6000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回来以后，受到了极为不公正的待遇。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那是关日本战犯的地方，这些忠诚的观众被关当战犯关在里面，每个人都必须要写我叛国了，我投降了，我意志不坚定啊！因为在我东方民族的伦理，不光中国啊，也包括日本，也包括韩国，认为投降是被俘是一件极为极为这个有失这个军人荣誉的事情，所以觉得，但就说你为什么，让你负伤了，你为什么不死啊？你为什么要被俘啊？所以这6000人全部被开除了军籍，然后开除了党籍，然后永远也找不到工作，然后不停地被迫害，在每一次运动中都被迫害。我看到一个我们清华的学长的回忆录，这校回忆录，他是清华英语系的，当时是志愿到前线去当翻译，那时候人都特别爱国，然后就所以他正好在180师当翻译，于是跟着180师就被俘了。被俘以后，他在战俘营里呢是负责我们党组织和美军战俘营这个谈判的，那么英勇的共产党员，最后被开除了军籍，开除了党籍。到改革开放以后，他的战友当时选择去台湾的，变成台商了，回来投资，就是，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东西方对这个对军人的伦理的完全不同的理解。中国、日本、韩国都认为被俘是一件非常就应该自杀，就不能被俘。然后美军就认为这个是为国。美军内战的时候更是了，那李将军南军的总司投降以后，受到全美国人民的尊敬。因为在美国的伦理道德里，被俘就是为国做出的牺牲，被俘过的这个人回去受到巨大尊重，因为你不但英勇战斗，你还为国受苦了。美国，你知道日本投降的签字笔那么重要的文物，麦克阿瑟在最后日本投降书上代表全体盟军签字的时候，用了5支笔，其中有1支笔就送给了在菲律宾向日军投降的，在日军战俘里关了3年10个月的这个温赖特将军。就是像感谢他为国做出的这个牺牲，所以在美国的这个民族的伦理里，被俘一点都没有丢人，所以美军战俘很高兴就走了。所以这个是战俘这件事是我军的一个重大的伤痛。6000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回国以后遭到那么长时间的迫害，我觉得也是我国的我党我国的重大的伤痛。我觉得这件事以后一定要给一个公平的说法，这些人
是忠诚的我军的军人，是英勇的我军的军人，是我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应该恢复所有的地位的。最后说一句，我到汉城去看过战争纪念馆，我很惊奇的，当然我以前听到了，但是我没有亲眼看到过，在战争纪念馆里有一份停战书，在这份协议书上最逗的是，到现在南韩也没签字，韩国到现在拒绝在这份停战协议书上签字。当时因为李承晚非要让美军继续打，因为他想统一他的国家，好不容易有个机会美军来了，美军就不愿意帮你再去卖命了。金日成也是，金日成最后跟彭德怀拍桌子，等说打呀，到了三七线打，彭德怀说打什么，炮弹也没了，吃粮食也没，退，就往三八线退。然后两边都想利用别人的血啊，造自己的工业，当然统一也无可厚非啊。但是最后呢，中朝美三方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韩国坚决拒绝签字，就祖国不统一，战争不结束。所以到现在实际上从法理上来讲，韩国还处在战争状态，他并没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在战争状态里，战争状态在法律上是不一样的，战争状态里是可以有军法，是可以戒严，是可以有很多种就超越和平时期的法律可以执行。所以这一点也挺逗的，这是朝鲜战争说的最后一点，就是韩国到现在没有在朝鲜战争停战协议上签字，是一个依然处在战争状态下的国家。好，朝鲜战争讲完了。如果大家有兴趣，以后还会给大家讲讲，比如说打越南的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红军时期都很有意思，包括国外的，大家要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这个尤其是女性观众，优酷很重视女性观众。这个如果大家没兴趣，我就讲星座了，所以我不懂。谢谢大家。数十万死伤志愿军的鲜血，在朝鲜北朝鲜今天的课本里一个字都不提，而我们去帮助那个国家，没有一丝感谢之情。到今天，这个政权不但不感谢我们，还在跟我们闹各种各样的事情，还抓我们的渔民。还给我们捣乱，当时就由于他们捣乱没有解放台湾，那个人民生活的什么样子大家都清楚。所以一场战争中间会有很多英雄，之后会有很多说法，但最终历史会给出真正的评价。我已经不好意思说了，就大家这个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个看这本书，而且我看到的反馈应该说是我所有作品里最好的一个，比我所有的音乐作品、电影作品的评论都好，所以我非常欣慰，还会继续为大家写书，谢谢。古人云：“学而优则仕”，这话当然不错，但前提是你得满足下列条件：首先，你不能遇到一个小心眼的主考官。有史以来心眼最小的一人，他连那没当官的那些考生他都妒忌，比如他李林甫主考那一年一个都没录取。其次，你不能遇到一个残暴的土皇上。然后所有的这些知识分子到了以后被张献忠全体活埋给坑杀了。还有，你得投生在一个正确的地点。清华到今天在各省分配招生的名额是怎么定的呢？就按庚子赔款各省分摊比例啊，哪个省分摊的多哪个省招生多。或者你有能力办个假户口。白居易同志就是冒级考上的。都说功名利禄是浮云，有几人能置身事外做神仙。小说近期播出《古代科举之招生那些事儿》。